Hello， 大家好吗？我是面包碎碎碎，今天我们来玩旋转轮胎带带带带带叮叮。啊，今天我们来玩水泥车。来，我们首先来谢谢这位网友的建议。OK 啦，我已经装好了这辆车，你看，就是这样，水泥车在后面。OK， 来 start 车。来 ，Let's go。噔噔噔，这一季是我录第三次的时候，第一季就是地图不刚时候，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地图。第二次录的时候，整个影片都是黑色的，害到我现在要录第三次，现在第三次，所以这两次我已经看到线了。不用紧，还是很好玩这个游戏。Let's go。哦，那个水很深。第一季哈，就是因为他那个地图哈，我选到有点山区啊，那两车上不到去，因为后面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水泥这个东西。不懂这一季会变成我们的又删除掉的地图嘞，删除掉的影片，哪里知道？希望这一个影片我们可以顺顺利利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哎，真是不好运，怎么那一季全部黑黑的？还好不是那种玩了过后回不到去那一种。这个还可以，因为它这个根本是没有关系的游戏，重新来过啦，不用紧啊。呜呼！哎，很好玩的这辆车，其实哇，老伟整辆车跳上来，是因为踩到东西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先，看一下转气后面。哎呀，转过龙了。哦，我有个大石头在后面，有这里。OK，Let's go， 继续。和平的送我们的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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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向豆沙包前进。现在还没有人家跟我讲他这首歌是什么。哎，这首歌应该是有人跟我讲过，可是嘛哈，我想向豆沙包前进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。最近应该会有人知道过，因为我连歌都唱出来了。那我们这次走看一下，我们会不会沉下去？哇，老耶 ！Holy cow！ 来开灯，不错不错。哦，原来不深了，骗我！哼，还是很危险这样的这条路，我也是这样子讲，我有不好的预感，因为我好像没有走过这个地图，这样子才算冒险嘛。可是这两次好像不是和冒险车来的，不是那种随时应变的车，随机应变啊！我的怀疑很猜一下的，其实。哦，哇，很漂亮的马路哦。哦，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嘞？喂，那泥路来了。刚才远远看起来好像蛮漂亮下的那条路，然后突然间变成这样鬼路了。看来我们走哪里嘞？走上去，走这边，那走这边，这走啊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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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哎，不错下啊！这种脏烂的泥土，它都不会在那边，一直旋转，然后不会动的。OK 了，不错。哦 ，Monster Truck， 左右左右，嘿，那个烂泥真的是好像布丁这样嘞，好像烂鸟的布丁啊 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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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啊。啊，是时候转一转了，后面不要倒啊，后面不要倒啊。OK， 乖乖，我们向这边转，一路向西。啊耶 ！OK， 很好，一路向西，然后突然间要转去北方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应该不是死路吧？
突然间这样进了他的车，好像一到烂泥的时候，他的 transmission 会突然间变到很顺利掉。哇，那边有个屋子，哎呀，骑过了，好像来过我这个地图哦。转下这边，反正看过了那个。嘣，喂，老喂，哦。叮叮公公公公叮叮。这个游戏我很久没有运过木了。因为运木真是很难运的，因为那个木又重啊，整两车沉下去就 all over 了。哦，这边也有路哦，要走这边呢、啊。喂，这边来这边打油站来的，算了吧，打油一下，加一点油。嘿，叮咚，加500 ，OK，Let's go。哇，原来这个 mixer 是加放油啊，真好笑的，我也是放水泥的。哎，我们好像转了一圈了，是不是？算了，我们走回去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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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哎，跟那个主角的颜色一模一样啊，这个那首歌。公公公公公，真是很平稳的这辆车，做得很好的这辆车，又有自己的 engine 声。start 车的时候又有自己的声音，哇，真是很不错，满分满分，给他十分，十分满分，给他满分十分，哈哈哈哈。他的车的 engine 如果变慢的时候，有点像那个火车声啊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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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电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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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突然间跑上来的时候，又变成普通的萝莉声了。哦，真是很近耶，这辆车。你看那个人极小个，那个车极鬼大架。人小车大，车大人小。哦哦哦！不懂我们会回到去我们的车库哎，动摇动摇，哦又跑回烂泥了，哔哩巴拉巴拉哔哩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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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大便这样的声音，很抱歉啊，如果你在吃东西，尤其是咖喱 ，curry curry， 哎呦，我们好像看到我们的屋子了，算了，加回去。哈哈哈哈哦哦哦，老维那石头。要不然我们去看一下那河流下面有什么东西。喂，那边有路，就走那边了。来走 ，Let's go。再走多一下。哦，感觉不错哦，这条路。希望不是我们走过的路啊。应该是没有走过了，小小的冒险，转一圈，不会吧？哦，看前面，哦，老喂 ，Tokyo Drift，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， 哦，来打信号，向左转，滴答滴答滴。当滴当，咔嚓！我老爷那也烂泥啊！哦，老爷，真是厉害啊！真正的那种，这种卡车加这种路。哇，老喂！啊，走这边，这条洞啊，好像有点跟那个一个地图小坡一样哎，好像是 the river 啊，我们每次玩的那个 map， 好像一模一样啊这个东西。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水，然后这边很多石头上面，耶、yeah ，哇，很容易啊这边。还有就是没有消防车啊，
我不懂有没有讲了，上一集就是没有消防车。很多人问有没有消防车，消防车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没有消防车。因为有时候我大了一个打没有，然后下一个又问有没有，所以后在这边讲是没有的。如果你们没有看到影片的账后面呵，就怪你们自己了，就是没有消防车。还有有时候你们问我有没有自辆车的话，通常我应该是不会带有没有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会在影片上面讲。哎，要不然一个一个打，是打到天亮，有时候，请多多见谅一下。因为有时候我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找的，有时候都不懂有没有。上次就有人问有没有保时捷啊，就是 Porsche 嘛，是没有的。过后呵，突然间又有，所以呵，通常都不会讲有没有的这辆车。如果真的是没有，会在这边讲没有。还有上次和那个 Mercedes-Benz 啊，6x6的车，上次是没有的，现在又有了，因为我找到方法和弄出来了那种特别的车，因为要需要旧版本的旋转轮胎才可以玩到，可是有些太旧了，就是那些消防车啊，2014年的根本放不下去。哎呀呀！哦，真是很不错，这辆车可以建议你们去下载一下来玩一下。最近在 Steam 的头版的这个，在 Workshop 啊 ，Steam Workshop， 你们可以找到的。还来第一个照片就是水泥车了，哇，老诶，我也要过桥啊，不错哦。哇。喂，很大片的草地啊！哦，开始遇到麻烦了，这辆车。巴拉巴拉巴拉，可是还可以向前走啊！会动就是一辆很好的车，不会动就恶鬼了。哎，还可以动，我们还是用自动了。哦，喂，哎哎，转一转，我嘞。我勒个 bro， 这个是马来话，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，就是有没有问题啊？你可以吗，大哥？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。如果没有讲错的话，如果没有翻译错的话了。哎，不错，这辆车，咦，感觉不错，真是很不错，哇，很漂亮这边，可是很阴暗的，看起来很恐怖这个地点。这还是给我那种好像很恐怖的地图这样的。噔噔！哎呀，青色的水。咦，是不是你们在这边小便？哦，很漂亮啊这边。哇哦！过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小的湖，应该是没有鱼在里面的。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哦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耶！我们离开了恐怖的森林。啊，前面是什么来的嘞？
那我们绕到去哪里了我都不知道啊，就随便便绕乱走了。啊，漂亮啊这个地图，而且还是原本这个游戏的地图来的。哦，又回来草地了。喂 ，OK 啦，我们就停在这边了，我们在这边野餐了。OK 啦，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帮忙按个赞，还有分享这个游戏给你们朋友。OK 啦，如果你们还想看什么车的话，请在以下留言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面。还有，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请在影片下面按一下就 OK 的啦。OK， 我们下次再见面，拜拜。